曾福冲杨月使个眼色，转身上楼去寻小蝶姑娘了。大杨这个造型也很帅。杨月赶忙过来扶起赵高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兄弟性格鲁莽，没伤到您吧？”众目睽睽之下，而且在场各位皆是满城镇方圆百里有头有脸之人，赵高出此大丑，顿时火冒三丈。要知晓他是知府胡亥身边的红人，鲜少有人敢得罪他，冷不丁碰上硬茬。 心头无名火蹭蹭蹭直冲脑门，赵高踢开杨岳，自己站起来，恶狠狠地说道：“你二人一个唱黑脸，一个唱红脸，莫以为我看不出来。告诉你们，想活命的话，赶快来给爷磕三个响头，否则明年今日就是你二人的忌日。”一听这话，杨岳怒从胸中起，心道：“借用今夏的话，小爷还就打你了，怎么着吧？明年的今日。” 是谁的忌日还不一定呢。说完，杨月一拳打在赵高胸口上。陆毅在想怎么破敌，赵高再次跌倒，他爬起来奔向门口。有种的，你二人莫要离开，老子去去就回。好啊，我与兄弟二人绝不离开。杨月一跺脚，双手抱胸道：“这位大叔，咱不见不散。”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望向赵高，他觉得脸上火辣辣的。 恨不得变成土行孙遁地而走，望着糟糕的背影，老鸨走到杨月面前，双手作揖：“这位公子，您行行好，快些叫上您兄弟走吧，否则等会儿他搬来救兵，您二位可就大难临头了。”哈哈，杨月冷笑一声：“我看您是怕赵师爷盛怒之中将您的蝴蝶屋给拆了吧？”被说中心事的老鸨脸上青一阵白一阵，怀中如同有个小兔子突突直跳。 突然，岑福如同练习法般出现在众人面前，冲老鸨说道：“你且放心，赵高不会回来的。”约人无数的老鸨心头一震，此二人直呼赵高名讳，定是认识他，有备而来。可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老身真没看出来。今夏皮肤很白，众人饱含深意的注视下，岑福、杨月坐到一楼靠窗的位置。老鸨见状，赶忙吩咐厨房给他们上酒菜。 再说赵高，他一溜烟跑出蝴蝶屋后，越想越气，恨不得将岑府杨岳大卸八块，以解心头之恨。月光皎洁如纱，夜色凄迷如水。赵高穿过一条大街，拐了几道弯后，终于望见自己府门口。于是他加快了脚步。突然，一位道士从他对面走过来，两人好巧不巧的撞上了。赵高气得双目中似乎能喷出火来：“大妈，你眼睛瞎了吗？” 道士微微一笑，双手合十道：“这位老爷莫要发火，恕我直言，近日你原本就得罪了神仙，诸事不顺，还是能忍则忍吧。”得罪了神仙，赵告瞬间脸如土色，眼眨唇颤，害怕极了。道士点点头，伸出手指掐指算了起来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又说道：“这位老爷，倘若贫道没算错的话，近日你遇到几件诡异之事。”道士捋着胡须。 一副胸有成竹的神态，赵高眯眼上下打量他，只见身形娇小，面容清秀，若不是下颌处的胡须，就凭一双清亮的大眼睛，他险些误以为是一双女子的眸子。小道士，你说说看，我遇到什么怪异之事了？赵高唇角挂着嘲弄的笑容，完全没把小道士放在眼中。道士再次闭眼，伸手叉子算了起来。倘若贫道没算错的话，施主姓赵名高。 自月起，施主蒙得道高僧密传，正在修炼长生不老术，而且以功力深厚，得道成仙指日可待。那道士说完后，睁开眼睛，一抹诡计得逞的笑意从脸上闪过，顾不上赵高的惊讶，继续道：“可惜你最近疏于修行，将太上老君赐予你的一封信遗失在大蛮山的洞穴中。老君异常恼火，这才施法责怪你。”杨岳有点伤心。 赵高半信半疑地瞪着小道士，心里却泛起嘀咕：“我与胡大人在大满山洞穴中秘密清修，此等要事，他怎会知道的一清二楚？莫非此人真乃世外高人？”小道士面色平静，嘴角尖却含笑。今日午后，施主出门，靴子莫名粘在地上，你可想过原因？在蝴蝶屋中与施主起冲突二人，你可认识？最近宁夏府衙来了位陆大人。 你在千方百计躲避他，请问贫道可有说错？小道士每说一句，赵高的眼睛便瞪大一圈。当他听到“陆道人”三个字的时候，一双眸子险些瞪出来。那请问太上老君对我有何吩咐？赵高已经完全被小道士唬住了，而这位小道士正是女扮男装的捕快陆毅夫人袁金夏。大人这表情，哈！金夏眼珠一转，故作老气横秋状：“施主。” 刚刚贫道已说过了，在大马山洞穴里，老君为你留了一封信。贫道猜想，应该是老君在试探你。倘若你再不去将心取回，怕是他老人家在天宫一怒之下，施主再想成仙，怕是难了。无量天尊，施主好自为之。贫道告辞。说完，今夏转身往偏僻的巷子走去。他边走边咧嘴偷笑，月光下笑得像一只小狐狸。 赵高恍若被人点穴一般立在原处，目送到学消失的无影无踪。月光清冷，满天繁星一闪一闪的，像是无数颗珍珠在晃动。惊吓的笑容好治愈。深夜，大满山的小路上，一道身影不知疲倦的拼命往山上赶去，正是赵高。路易取名藏冰洞的洞穴口，赵高跌跌撞撞的跑过来，他从怀中掏出火石、火绒之类器具，点燃火把后。 急匆匆走了进去。姑且长话短说，此藏兵洞中机关路线，赵高甚是熟悉。他轻而易举地躲过陷阱，右转后直走，最终来到昔日清修之地。借着墙壁上的烛光一看，装满奇珍异宝的一只木箱不见了，但在地上却有一封信。想起小道士说的话，赵高赶紧扔掉火把，过来小心翼翼地拿起信封。